阿嬷今年几岁？我今年七十八，七十八。那民国几年的？民国几年？大概三十一吧。啊？三十一。三十一的。哦，民国三十一的。哦。哦。阿尼。三十一啊，孝三十一年了，哦，你有几个囡仔？三个，叶慧，女生还有，行，还两个男生，哦。你看先生怎么认识的？啊？你看你先生以前怎么认识的？以前哦，我们在当兵啊，我们在当兵认识的。当兵认识的。哦，安尼。很早的时候。嗯，刚才的故事啊。哦。叶慧很照顾你哦，叶慧啊，很忙哦，又去上课，哦，很辛苦。哎，对，明天又要上班，哦，那早点休息喽。他明天没上班的，他不照相。哦。是一个机会吧？他是不是睡一样吗？我之前都睡得还没久了，我问他。哦。他是个半只天哪，哦，我是一个夜晚。大时代。